汉堡，等一下准备吃汉堡，我觉得这个超好吃的，热明汉堡。超爱他们的这个有花生酱的汉堡，这个好像在新竹也有。看它的花生酱，我先咬一口半，等下就要上课来不及了。嗯，好爽哦！搭配这个沙拉，然后还有饮料。那个沙拉可以下我肚子，它的气泡饮料好好喝哦。现在要搭捷运去中小复兴站，接下来的行程是要去做指甲，我已经超久没有保养我的手脚了，希望等一下就可以看到漂亮的手镯咯。好了，我刚刚从捷运的忠孝复兴站下车过后到达这边。这是哪里呢？忠孝东路四段二号，然后已经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了。现在坐电梯上去。叮咚，我一般你休息，然后等你休假，你这边是还很手术，然后就是休假方式帮你修两次的阴皮，就开始做光疗，然后光疗做完之后呢，会再帮你涂抹他们专业的全效乳，然后还有资源油。好哦，哇！我现在已经进来，我觉得这边超漂亮的，带你去看看。这边还有一个柜子，现在有客人，现在要先做，手脚可以一起吗？同时进行，所以同时进行要到3.5个小时。因为你是保养家，脚是在保养家。OK， 好，那现在要开始。有小孩之后，所以这个是。怎么放好看是比较对啊，这是敷膜，对，所以它的量比较多，然后这是精华乳，然后这个是以色列紫海海盐，然后帮你选的是葡萄柚的，它保湿效果极好，是水果系列的，对，然后这个是就是凝胶去油底的凝胶，对对对，那这一坨这个是蜂蜜的，然后它是那个蔗糖的去角质。对，纯天然的，对。然后它之后的话，也会随着我们再帮你手机的按摩，然后再给你对，会溶解掉。那这个呢？这边有一碗水，对吧？就是等一下，因为我们需要要去啊，对，因为那个蔗糖会需要一些水分，对对对。好哦，很久没保养，有点紧张，会不会很厚啊？所以这边有两个是专门做足底的，做脚掌，对，这边可以美睫和手一起。OK， 哇，旋转。好哦，做之前先拍一张。噔噔，先看一下我妈妈的脚，你看这边都结茧了，然后脚底也有茧，我都会不好意思露出脚底，哎呦，好黄哦。所以就是可以证明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保养了。等一下看一下做完会变成怎么样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所以就是会送消，就是消毒好，你们就会包装。我们是先包装好再消毒。哦，那要怎么消？它就在包里面啊。紫外消。它可以在里面就是。专门做消毒的。OK OK， 这样用起来比较安心。当然啊。OK。我去到的地方都会很快，所以你等下可能会脏袜包包。等一下，这边。你等下会变脏。你有新上袜的概念？对，你会起泡。好期待哦。好哦。刚刚看了几个新年方案的房本，现在有点选择性困难，选哪一个好呢？觉得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还有鼠年的老鼠也不错，全部都很漂亮。这是紫海海盐，因为它的盐分浓度比较高，所以它的保湿效果比较好。哦，加到水里面吗？对，加。哦，
所以现在角角在泡 SPA 了。嘟嘟嘟嘟嘟，啊！现在是在手浴耶，噔噔。大家都可以用，然后哦，这个素材大家可以用，然后这个就是专门给孕妇用，嗯，而颜色都算蛮齐全的。对啊，孕妇有可以做就好了啊。亮面雾面的都很好看，对啊。主要是为什么它孕妇可以用？比较安全的成分是安全的。哦，树脂，嗯，孕妇也可以补牙，对啊。天哪，我要是怀第二胎，就可以做了。真的会差很多吗？现在是在修那个皮吗？嗯，这个要上几层？没了。现在在拍使用前后。这样子你比较好用。等一下，我到磨的时候，如果有痒，痒到的时候，但是我同时都痒。好。真的。那那晶晶的也会？对，晶晶的在这里，它是一整盒晶晶的。哦，它是一个。真的，我觉得美甲的东西都好疗愈哦。很可爱啊！放松。好。准备去角质喽！嘟嘟嘟！哇，脚底变白喽！嘟嘟一个。是我的腿在去角质，我的腿变好白哦。它就是上面膜的道理。对，嗯，上角膜喽。它有水果的味道哎。对啊，它就是甜甜，它有蜂蜜的味道在里面。这个是可以吃的。可以吃的。洗碗。腿包起来了。包起来了。因为一直以为你手机在震动，不是的。按到有点麻木了，拆膜喽，拆，衣服可能会比较大，比较容易放，就是衣服比较一定要保湿，对，一定要保湿，你一定要擦乳，就是整个直接擦到脚底，好，因为你有擦会擦出，嗯哼。一完成了，开心。已经想好下次想。可爱。下次要来做一个可爱的造型，开心。这次做的是有点日系风格的，刚好过年要去日本。嘟嘟哦，赶快来做指甲哦！现在要去搭捷运准备回家了，今天真的很开心。好，那全职妈妈的休假日，今天就是。